系啊，今日上，上咗啦。今日几号啊？琴日上。系啊，你个角色系点样噶？我个角色其实都系惊吓嘅，同埋入边嘅造型系比较恐怖嘅一个造型。咁啊，我都好希望多啲人可以睇到我呢个造型啦，即系比较少有嘅咁样。咁同埋我哋今日去完借票，个反应都好好。咁所以系咯，希望。票房會好，係咪同頭髮有關？係啊，同頭髮有關嘅。你有冇試過短頭髮㗎？大個女，我試過短頭髮，但係未試過好短咯。所以我一路都希望可以有一個角色係俾有機會俾我剪到好短咯。因為如果你話平時一定冇可能㗎啦，即係冇可能無端端剪到男仔頭咁樣。咁所以唯有如果一個遇到一個好嘅劇本，咁我就有一個好好嘅理由去剪到好短。即係如果角色需要剪到啲男仔咁都得㗎喎，我得啊，剪到幾短都得啊，剃光我都願意啊。係啊。哦，係，因為我成日覺得頭髮咧係生翻出嚟㗎嘛。呢個角色係俾人虐待㗎嘛。係呢個角色係少少被虐待嘅，又被殺啦咁樣，一啲好多打鬥嘅場面咯。係咁啊，但係就唔係驚慄咯，唔算係靈異咯，係。拍的時候是挺辛苦的，反而是因為體力上，但是我們拍的時間比較短，因為我們是三分一個故事的，因為一套戲裡面三個故事，所以我們拍的時間都是用了一個禮拜左右，所以反而這樣我覺得有挑戰性，因為你很快可以進入個角色，還有完了之後再接下一套，反而這個難度在這裡。